大家好，上节课呢我向大家介绍了 session 的一些高级用法，那这节课呢咱们借助于上节课讲的函数来完成将 session 信息不写到文件里边，改写到数据库里边，这样的话咱们对表控制呢更容易一些，更容易做那些在线的用户统计的信息。好，我们打开课件看一下，我们将 session 写到数据库里边如何去定义。首先呢我们这里边一定要用到上节课咱们介绍这个函数 session 设置保存的header handler 这个方法，然后呢咱们借助于 PDO 写数据库，所以呢也要你去了解咱们刚刚讲过的 PDO 的用法。当然了你不用 PDO 的用法也可以用 MySQL 或者 MySQL 扩展去完成，都是一样的道理，只不过咱刚刚学过 PDO， 所以呢借助 PDO 来完成咱们的一个 session 的数据往数据库里边去写入。所以呢建立在这两个方法基础上和了解 session 那些配置文件的选项的基础上，咱们就可以将 session 写到数据库里边。所以呢要了解这节课内容，希望大家能把前几节课的介绍详细去研究过，我们才能开展这节课的一些介绍。那我们分这几部分，第一个就是表设计，设计一个数据库的表，那你可以任意的去设计，你想用表保存什么数据你就加设什么字段就可以了。然后呢上节课咱们也是用这个函数，是往文件里写，用到的是过程的方式，当然你也可以写成类。那这节课呢咱最主要的是用类编写完成写入数据库的表中谁啊 session 信息，然后最后呢咱们再把它加到咱们登录的那个实例中。这就是这节课内容，那你在了解上面基础上呢咱们学习这节课内容呢就非常的容易了。那下节课呢咱们还会介绍用最优的方式，也就是将 session 的信息写到memcache 中来实现。那咱如果用类来实现的话，那首先呢类中的方法，类中的各回调函数呢定义都要定义为静态方法，所以呢静态方法中还不能使用非静态的属性，所以呢属性也要是静态的。所以大家先去，如果你对面向对象不熟悉，静态的方法和静态属性不了解的话，看一下咱们最早前面录制过的面向对象，或者看西游 PP 里边有一个章节专门是介绍面向对象静态方法和静态属性的，静态和常量使用那一章，你得先了解这些基础上，我们现在就能开展这节课的业务学习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使用 PDO 来完成的话，我们这个表设计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现在需要将哪些信息保存到数据库里边呢？ session ID session ID 的信息保存到数据库里边去，也要将更新时间保存到数据库里边去，也要将客户端的 IP 保存到数据库里边去，还可以将用户的session 的数据保存到数据库里边，当然你可以将浏览用户使用什么浏览器，然后的用户 ID 等等全可以保存到这个表里边，就是
多开设字段而已。那假如说我们现在如果我们定一个 session 类的话，我们应该这么写 session session 点 class 点 php， 然后我们首先呢当然需要用 pdo 连接数据库 try。 如果大家对 pdo 不了解的话，你要先看一下 CTCH， 先看一下 PDO 的用法。当然可以，咱们前面也说过，用 MySQL 其他的处理方式也都是可以的。当然它抛出一个 PDO 异常，只要连接失败是直接输出错误信息。那创建一个 PDO 对象等于new 一个 PDO， 这块指定 DSN， 那先写驱动名，然后主机本机的 localhost 最大化本机的，然后 DB name 是咱们是细说 PHP DB 这个库，然后用 root 去连接，我的密码是123456。然后我们去假如说这个类在同一个目录下，那我们使用这个类的话 session 类里边有静态方法，我这块需要定一个 session 类 class session session 类 session 类里边需要一个开启的静态方法 static 静态方法 function， 有一个叫做 star 方法，里边必须传一个 pdo 的一个对象 pdo。 所以呢我们只要调用这个就会开启 session， 那把 session star 我会写到这里边去，比如说 session star 我会写到这里边。所以呢我只要调用 session 里边，因为静态方法是使用两个冒号调用的，不是使用杠尖号 star， 那我需要这里边需要接受 pdo 的，所以我就传一个 pdo 的对象就可以了。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类里边我们是怎么去设计这个类的方法。那调用 session star 这里边咱们要知道咱们得用那个回调函数这些信息，所以呢咱们就需要在这个session star 里边用到，除了开启 session 咱们就得用到什么用到这个函数，比如说 session 设置保存 handler， 但这个函数呢如果你要是用第一个参数，咱们说这里边传的都是回调函数，你不能直接比如说调用 open 方法，他得知道如果你用回调函数调用类中的方法的话，你必须咱们都知道回调函数调用类中方法的时候必须得用数组，然后数组前面呢是类名，比如说session session 类中的 open 方法，得这么去做。如果是直接是过程化方法的话直接写 open 就行了，如果是某个类中的方法在回调函数里边必须通过数组，第一个参数是类名，第二个是类中的方法。而类名呢咱们又可以通过谁啊，如果你直接写类名变化就麻烦了，所以可以使用一个常量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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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杠杠，使用这个常量来代表本类的 open 方法。所以用同样的办法我就可以1234567多了一个，调用 open 方法，调用本类中的 CLOSE 的方法，里边六个 open 方法 close 方法，还有一个是看一下手册吧，这个1234567六个方法，然后 close 方法 read 方法写方法销毁方法和记析方法。所以 close 方法咱们 read， read 方法读的方法，本类中的 write 写的方法，还有是destroy 销毁的方法和垃圾回收器记析的方法，最后一个不用
加分号，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们想对本类初始化，比如说我们想往表里边，刚才说往表里边保存这么多信息，那我需要将这一信息初始化成全局的信息，然后调用 star 的时候就可以初始化这全局信息。所以呢，我再需要再写一个私有方法，比如说 self 在类里边调用自己的静态方法使用 self 初始化的方法，比如说传一 pdo 进来，那咱们对就是处理的 header， 然后这里边咱们需要初始化几个私有属性。当然了，在静态方法里边想访问静态的属性，那属性呢必须得是静态的， handler 等于比如说默认是空。咱们表里边还需要，刚才咱们设计的时候咱说了还需要存一个 IP， 咱们还需要存一个，比如说是生存时间lifetime 是空，然后咱们还需要存一个静态的方法，比如说当前的时间，咱得知道这几个属性。然后它调用自己的私有方法，所以呢我们得做一个静态的，都是得使用静态的方法。初始化这里边当然是传一个 PDO 处理方式，处理的句柄 ，head， 然后初始化 handler 等于传进来的，然后IP。当然 IP 我们就可以通过超全局数组刀下限 server 去判断，刀了下限 server。当然在这里边一般的咱指的路由地址 remote addr， 这个就指的是客户端 IP。 那得先判断客户端 IP 存不存在 empty， 判断它不为空，前面加叹号了，如果不为空的话证明有的话我们就用刀了下限 server server 下边把这个 remote 下限 addr， 然后如果没获取到的话，咱们在数据库里保存就是 unknown 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还要得知道它的生存时间 lifetime， 咱们得从配置文件中把这个生存时间取出来，这个生存时间就是最大的生存时间。那怎么取配置文件的值呢？咱们前面也介绍过，用 ini get， 只要加配置文件的属性就可以将这个时间取出来。然后呢想取当前的时间，因为你得知道当前的时间对比 time 等于用这个取出时间右错就可以了，都是秒数。现在咱们就开启和初始化了。那其他的方法呢咱们也把它定义出来，比如说其他都得是公有方法 faction 删一下，然后这里边 star 方法开启咱们做过了那咱现在假如说写 open 方法，你要知道 open 方法里边都是需要保存的一个路径和这个 session 名都会自动从配置文件读过来，然后read 方close 方法，当然了不需要任何参数，它返回真就行了。然后 close 方法 read， read 方法读方法，你必须得知道session id， 就是 PHP SESSID， 我用一个大写的这个作为 session id。然后读方法有了，咱们还得有一个写的方法，还要做一个写的方法，比如说 WRIT。 写的方法咱得知道两个 PHP SESSID session id， 还有知道
数据，你的 session 里边数据往里写的数据，得知道这两个参数我们才可以去写。那有写了之后，我们当然还有销毁和垃圾回收的方法，比如说是销毁 destroy 销毁的方法，当然知道一个 php sessio ssid， 知道一个 session id， 我们就可以将单个的 session 在数据表里边删除掉。这个垃圾回收器呢，其实内部调用可以是所有方法都可以啊，因为它不是在外部调用的嘛，都是在这里边回调去调用的，所以呢都可以改成私有方法的就可以啊。比如说垃圾回收器，要知道它会自动把这个生存的时间传进来，那可以和咱们自己匹配的时间去对比。好，这个类呢我们就设计完了。那这一类设计完了，我们现在就知道用这些方法，比如说写的时候写到表里，读的时候从表读出来，销毁的时候删除单个记录，这个销毁呢所有过期的记录全删除。那我们就需要把这个数据表建全。我们说建表字段有这么几个字段，所以咱们现在打开数据库，连接数据库 mysql-u-root-p12345-6， 然后咱们进入细说 php db 这个库，然后 create， 咱们需要创建一个表，比如说表就叫做 session 表 session session 表，然后这里边需要几个字段呢，就刚才说的 session session 简写吧 sess php sess id 加一个这个值 up date time， 加一个这个值这个字段，然后再加一个客户端的 IP client， 然后再加一个保存的数据。创建表的时候，当然这几个呢咱都需要属性，比如说session ID， session ID 呢一般的是32位的一个数据，所以呢咱们这个就直接用 叉 保存一个32位的，但是不要写少，写少了就保存一部分session ID 了，并不是全部的，因为它是一个32位的一个序列。然后更新时间呢，咱们存的是时间邮戳，所以咱们用整数，然后十个长度就可以了。客户端 IP 呢是分成四位，分成四位呢，每位是三个，再加上三个点连接，一共是15位，所以呢咱们用叉15的长度就可以了。然后数据呢咱就直接用一个文本的就可以了，其他的你想建索引呢，和咱们正常创建表一样，你就可以建一个索引 DSC， 看一下这个 SESLN 三声表，如果哪块不合适呢，咱们得去调整，比如说长度不够啊，对吧，咱们可以去调整。这个数据呢你用 test 的，因为数据量有可能很大，对吧，你要是用普通的 VX 或者 X 的数据，一般的咱们是不能装全的。好，现在表设计可以了，你可以根据自己需要再加字段都是可以的，因为咱们现在做这个呢就是按这几个字段做就没问题了。然后前面主要看这一个回调函数的打开方法，咱们现在下边已经连接完数据库了，那在这个打开方法里边呢，咱们也不用写太多的内容，你只要直接咱们用表操作，并不是像文件操作的话，打开方法把路径传进来，然后呢session名传进来，因为咱这里边都不需要了，咱不往文件里存嘛，对吧，所以这session start 的时候执行这个打开方法也没有用，咱只要读数据的时候能从数据库读出来就可以了，所以咱不需要的数据的时候，不需要处理的地方就写个真。那关闭的时候呢咱们也不需要处理，所以呢咱这里边也直接写个真。读数据和写数据就要从那个表里去读，从表里去写。现在呢咱们想做的是先去往数据库里边写，先往数据库里边去写数据，当然这两个你先写和读表字段都知道了是无所谓的，先写哪个或者读哪个都可以，比如说咱先读吧，你再直接执行比如说输出 $ 下划线 SESSION session 的时候，那就会只要是有读的想得到数据的方式都会把
对应用户的 session ID 传过来，那正好对应这个表的这个 session ID， 所以咱执行一个条件，就是做一个 SQL 语句等于，比如说 SELECT 选择这几个字段，当然了，我可以这块直接用星来代表都是可以的，比如说选择 PHP SESSLN， 注意大小写物 PHP SS ID， 我这用的大写，然后 up date time， 然后 CLIENT IP 客户端的 IP， 还有 DAT， 当然你可以用星代替，这都无所谓。然后数据 from 从这个 SESLN session 表里边获取到，当然得写个 while 条件。while 条件什么呢？ PHP SESS ID session ID 得等于，因为读的方法会默认把你当前的 session ID， 就 session star 创建的 session ID 传进来，所以这是等于。咱们既然用 PDO， 咱们就用那种绑定参数的预处理的方式，所以等于问号，咱们用名字参数问号参数就可以。然后获取一下，因为咱们先初始化的时候把 PDO 对象传到这儿来了， PDO 已经传到这个 self 这里边，这个就代表 PDO 那个连接，所以咱们通过 PDO 预处理得到预处理的那个对象 STMT 等于，通过 SELF self 里边咱们已经把 PDO 传进来了， HEADER 然后 PREPRE $SQL 准备好这个语句，然后咱们也不用绑定了，直接执行就行了。比如说EXECUT PDO 里边可以直接传一个数组吗？数组里边如果是名字参数可以指定下标和值的，如果就一个参数的话直接把这个 ID 传进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数传给这个问号了，然后执行了。执行之后我们就得获取到结果集，结果处理等于 STMT 里边我们需要 FET 写着获取一条记录，因为这块就需要获取一个 session 是一条记录，那获取一行，当然我习惯操作的是名字参，就是那个关联数组，所以呢我这块获取的模式 FETCH， 我记得是 ASSOC， 获取一行。然后如果获取失败，当然获取成功是真，取个反就是失败的话，如果获取失败的话，那咱就直接没有必要往下执行了，直接返回空就可以了。当然的话，如果获取成功的话，那么我们先从这里边先把自己的 IP 先判断一下，如果我从客户端获取的 IP， 判断客户端获取 IP， 这是等于结果集里边，从这个结果这条记录结果里边判断，因为你读数据的时候判断这个客户端是不是真正的客户，跟这个客户端对不对应上 CLIENT IP 表里边，也就是先判断这个你本身现在用户当前访问的这个用户的 IP 是不是数据库表里边存在的这个用户，因为客户端 IP 是不是一致的，当然你可以判断用的浏览器是不是一致的，或者是 IP 它更没更改过，或者是他 IP 更没更改过。如果他 IP 已经变化了，对吧，你现在获取的 IP 和表里边存在 IP 不是一样的，那已经不是一个用户了，那不是一个用户呢，那咱是不等于这个的话，咱就直接销毁这个用户就可以了。你已经换浏览器了，证明你原来怎么的，假如说你的 IP 地址已经改变了，就不是原来的用户了，那我直接咱销毁方法虽然没写呢，但是我这里边先调一下自己里边第一STROI， 比如说也把这个 PHP 的 SESSID， 如果不换 IP 的话，那你用户客户端的 IP 和数据表里边存在 IP 肯定是同一个，咱们通过这个方法验证它 IP 并没变化，返回这就可以了。那这里都完事了，判断这只是判断一下，然后咱们看一下是不是
过期的，是不是过期的？只要你判断表里边存在的这结果集市表里边存在的这个 update 更新的时间，表里边存在的更新时间加上它的生存时间，加上咱们这个 self 里边life 得变量，它不是常量 lifetime 加上的时间，也就是这个是否小于 SELF， 这里边咱们也初始化了 time 这个属性，获取的是当前时间。你看如果过期的话，也就是你在读的时候它已经过期了判断，那咱没别的办法，如果过期的话咱也不要，也得销毁它，再把这个 PHP SESSID 传进来，然后返回空，不返回数据。如果用户既是原来的用户，时间又没过期的话，这个时候咱们再把这个数据，数据库里这个数据，也就是结果 RESLT 结果集里边，但是结果集里边有保存更新时间呢、客户端 IP 啊、数据 ID， 那我只需要把这个数据 DT 给它返回去就可以了，那它就能读出来了。要用这个就是从把数据库里读出来，放到 $f 下划线30那个全局数组里边，咱直接写 $f 下划线的数组，一样可以使用这数据。这边最麻烦就是读和写嘛，那销毁和那个垃圾清空就很容易了。那假如说我这里边再看一下到写的方法了，写之前呢咱们也得验证一下，验证什么呢？你不能说每次用户每一个操作都查出一条新的记录啊，比如用户第一次已经登录成功了，然后呢 session 呢已经表里边已经写数据了，写数据的时候用户如果再有动作去操作 session 的话，你不能说再查出一条，这一个用户就两个 session 信息了，所以咱必须判断如果用户再有动作的时候 session 信息已经有了，如果 session 信息有变化的话咱们是更新表，如果 session 信息如果数据库里边没有他这个用户的session信息，那咱就插入就可以了。插入的时候咱也得判断数据是否为空。那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先需要执行，你得先从数据库我先查一下，因为他写的时候这里边也存了，也有一个session ID， 也有session ID， 先执行一下看一下能不能查出数据来。如果能查出数据，那肯定咱们说了，那就是也是按这个 session ID 查，就证明已经有这条记录了。所以咱可以判断如果RESLT 结果集等于 STMT 里边 FETCH， 当然获取数据我也使用 PDO 中的常量，我获取 FETCHASSOC 关联数组，因为我喜欢个人喜欢操作这个关联数组。如果这里边得到数据的话，有数据那肯定真，那就证明他已用户已经操作过 session 了。否则如果没读出数据，证明表里边还没有这个用户信息呢，这个时候咱们再插入。但是呢我得先判断一下谁啊，先判断 EMPTY， 判断这个数据传进来的数据是否为空，空的时候咱们不插入，不为空的时候咱们再去插入数据，因为有可能 session 里边没有数据啊，对吧？然后写一条思考语句等于比如说 insert 插入 into SESION 这个表都插入哪些字段呢？ PHP S 插入就是四个字段我都需要插入，看一下插入这四个字段，然后什么值呢？ values， 当然值我们就用几个问号，我使用问号参数就可以了，插入四个问号跟这四个值对应的，然后 SQL 就有了。只要我执行看 self 用
self 里边的 header， 错了，不是 h， 这地方读错了，不是 header， 不是头 handler， h-a-n-d-l-e-r， 使用这个。一会儿咱们再看一下有没有别的地方用错的。h-a-n-d-l-e-r， 就是标识使用这个，咱使用 PDO 里边 self h-n-d-l-e-r 标识里边 p-r-e-p-a-r-e， 将准备好 data 语句放到服务器端，然后返回来的是，咱们换一个变量吧，上面是 STM， 这块是STH， 放在这个字段，然后 STH 里边 ESECUTE 执行，既绑定又传值，那直接我传一个，里边必须传数组，然后把参数中传进来的 PHP SESSID 这个参数中传过来这个值给第一个问号，也就是插到这里边值。第二个呢，当然是自己里边咱们获取到的时间，现在我每次刷新的时候更新的时间，因为你每次执行动作都要的时间更新，这样的话就不会说用户没有动作的情况下，一个用户有动作就把这个每次用户执行更新时间呢都要改变这个，这样的时间才能累加，不至于用户到时间马上就退出。然后呢更新时间 self 再把获取到的客户端的 IP 传进来，然后最后一个参数就是session 里边的，把 session 的记录数据都写进来。那最后呢返回真，当然了，如果有数据证明 session 记录原来存在的情况下，如果数据原来存在的情况下，那我就需要更新这个时间就行了。但是呢这个更新时间和更新这个存在动作，因为它每次操作这个 session 的时候，数据有更新，时间也更新的时候才会执行。咱执行下更新语句，等于 update 更新 session 表，设置 update time 这个字段等于问号，然后数据等于问号 ，where 条件 ，ere where 条件 ，php sessid 等于问号，然后执行，还用这个变量吧 ，stmt 里边的，用 stmt 等于用这个。self 里边的 han dollar for， 这是静态变量 hand， hand ler 里边 pre 准备一条语句 secure， 然后更新的值那就是 stmt 里边预处理里边 esecute 里边需要传一个数组，将两个问号附上值，第一个是 self 更新的时间就是 time，就是当前的时间，然后更新的数据，就是假如数据有变化，写数据的时候就把数据更新的写到这里边来，然后哪条记录就是 PHP SESSID， 就是更新的这条写当前这条记录的 ID 传进来。但是如果我这么写的话，用户每个动作他都会找对方法更新，有稍稍有变化就更新，这样太频繁了，会降低效率。所以呢咱们延做一下延迟，比如说30秒，所以咱判断如果比如说1秒钟或者1分钟之内的操作，不然用户每次更新它都会执行这个，那判断条件就是结果集里边的数据 DAT 结果集数据，也就是读出来这个数据和我现在要写的数据不一致的时候，那不一致的时候我得马上写，不等于 $DAT 的时候，
也就是传进来的要更新的数据和数据库里边原来数据不同的时候，因为有变化了，就马上写。那不光是这个条件，或者什么时候呢？或者是如果数据等于这个数据，等于数据就没有必要更新呢，对吧？所以呢叫self 里边的 time 这个时间如果大于结果机里边保存这个更新的时间 update time， 然后加上30，这块我得加一个括号，或者是这个当前那个时间大于他们两个加的时间，就是延时秒，这样的话我30秒钟才变化这个，不能每一秒钟我就更新一下这个时间执行一下，那效率太低了，延迟一下30秒，这样我就能保证30秒的时候如果时间有变化的话，数据还相同情况下，让它30秒之后才去变化这个更新时间，这样时间的值呢都是大于30秒的。这就是写数据。当然在写数据的时候，这个更新30秒这个延迟呢，你可以自己去调整，根据你的项目的需要去把它调整，比如说45秒啊，或者是一分钟啊，都是可以的，就看情况了。然后像销毁和垃圾回收这个呢，比文件处理那个要方便得多，比如说做一个思考语句等于，我只要是删除当前记录就可以了， DELET 删除 from 从这个 session 表里边，然后 where 条件让这个 PRPSESSID 等于问号一个参数，然后 STMT 结果等于调用自己里边的标识 HANDLER 里边的 PRE 执行一下这个 circle， 然后咱们执行这个准备好的语句，直接调用 STMT 里边的ESECUTE， 只要我把传一个数组，把这个 session ID 传进来 PHPSESSID 就可以执行了，然后返回一个真就会把它删除了。所以呢销毁当前用户这个 session ID 的消息，如果是垃圾回收器启动的时候销毁所有过期的，那只要是更新时间变化的就行， DELET 删除 from从 session 里边 where 条件让这个 update 更新时间应该说是所有小于当前时间的这个我们都把它删除掉，执行。执行一下，然后主要是我们写下这个过期的时间的条件execute 执行一下，存一个数组，在数组里边我们让自己的这个当前的时间 $time 当前时间减去数据库的配置文件中那个 session 生存的时间，如果当前时间减去生存时间如果是大于这个更新时间，也就是更新数据表的时间已经小于了这个时间了，那么就证明过期的了，过期的所有东西都删除，然后返回真就可以了。那这个呢咱们到现在为止这个session类咱们就写完了，然后用这个去保存数据的 SELECT 选择星 from 从这个 session 表里边，那你想跨文件系统都是可以的，因为就看session表是本地的数据库是本地的还是远程的。那我们来验证一下怎么使用这个类，我这回把前面咱们 one two three 这几个包含变成session点 class 这个类，这类文件里边已经咱们写好了连接和开启的动作，所以呢只要包含这个就可以了。然后取数据的时候咱们这块也包含一个点 class 里边已经包含有静态方法使用的方式，这个也包含点 class 点 PRP， 看一下
其他的都没有变化，用法跟原来的是一样的。那这位咱看一下，他就不会写到咱们上节课介绍的往这个塞神目录下写了，这上节课的数据他就不会借助于文件了，而是写到这个数据表里边。咱们验证一下会不会写到这表里边，比如说开启，但是我现在使用的函数配置文件里边，我现在也确保了这个标识是用户自定义的，也就是调用咱们这个类里边的这个函数。好，我们来试一下，细说 PHP 下边的万.php 啊，这有个错误，因为咱们写的时候一直没检查，所以有错误是很正常的。咱们调一下，在75行，我再找一下，59行、62行，75行，看这块是哪错误，看它提示75行是语法错误。ESCUT 数组 self time 保存一个自己的时间数据 session ID 数组里边三个参数，然后这是没有错误的地方，没有发生错误啊。来，咱们验证一下，我先输出一下 secure， 看这个 secure 会有输出，把这条语句先注释掉，看一下是不是这条75条这条数据出的错误。103行，咱们一个一个找一下，103行这条语句都是这个地方出错，是不是 header 这个函数这有问题啊？先把出错的地方先注释掉。105行，set nu 看一下行号，105行，我先都注释一下，因为刚才把那条注释掉了，这条肯定是有问题的。好，这块现在这个没问题了，那读写这块也应该有写的过程啊，那就是咱们这地方咱一个一个来找一下。ExecuTe 这条 secure 语句它也没输出，没输出意思是执行的插入没执行到这儿，那它得30秒更新之后才能执行到这个地方。执行的地方看一下 secure 语句没问题， stmt 返回了，咱换一个 stm75行 STM， 看一下这块会没获取到这个对象 VR 下划线 DUMP 判断一下。更新，现在是更新了，更新了 session 设置，设置语句也输出了，这个更新应该是更新成功的了，但是没执行，这位当试一下。解析语法错误，这会儿应该没有错误啊，数组，我再重新写一下这条语句，这输出都不要。STM 对象里边的这个对象里边 ，execute 的方法执行的是一个数组。执行的是一个数组，数组里边呢self time 时间 DAT 数据 PHP SESS ID 刚才这条语句还是咱们写错了，现在就没有问题了。$for time DAT PHP SESS ID两条语句一模一样的，那算了，咱们地吧，
现在是没有错误的。来看下边这块出错的地方是哪 ？PARE 执行这个 circuit 删除所有的103行，这块有错误啊、等于，这是等于啊，等于 self 这块执行的 STMT 执行。好，没问题了。这一段看一下，我这表里边有没有数据？执行按，因为它表比较长，所以咱们看一下有一行数据，这是它的 session ID， 这是更新时间 IP 地址本机的，然后保存的数据，你看就保存到数据库里了。然后刷新，你看更新的时候30秒它就会更新。你看我这里边现在时间是977。现在还没到30秒，如果一直有动作的话，它不会说马上就更新这个表。咱们看一下到没到时间，你看099 30多秒已经超过这个了，这30秒这个时间一更新，但数据还是这个。那现在比如说我到这个页面 2.php 的页面去访问，也能获取到数据，你看还是这个 session ID。然后呢，我到这个销毁，比如说 three.php 销毁的地方，已经销毁了，我们再来看表就是空的了。当然这个跟这个文件是没关的，你看就没往这里边文件里边保存数据，明明我这块已经指定了这个保存的路径，但是现在是不起作用了，因为咱们用这函数已经将它写到这个数据库表里了。如果有过期的话，同样它会一起清除。比如说我在访问 1.php， 我并没有单独销毁它，我关闭它，你看这有一个，当我再登录一次之后，再登录 logcost 细说 php 下边的 1.php， 你看这个 session ID 跟原来的这个里边两条记录 session ID 不一样，这是第二条 session ID 的。那现在咱们的更新时间呢是在一分钟，所以这一分钟咱们先看一下其他的数据都是好用的，可以得到数据 thre.php， 如果一点这个的话，它现在销毁的是第二条记录。咱这里边你看我去更新，把那垃圾看到能不能去更新。现在呢你看这个时间咱们会更新，上面记录还在。现在我只要在一分钟之内，也就是几率现在咱是100%的几率，只要有34大执行，那有可能就去清除。你看现在就剩一条记录了，因为时间到的话就会把那一条垃圾数据清除了，现在一直是这个。如果浏览器不关的话有动作，它都会实时更新这个时间，使我们这个时间一直增长。那如果我想做统计在线用户人数的话，假设我有100个用户登录，这里边就有可能有100条记录。然后如果哪个用户是关闭浏览器的也好，或者直接点退出也好，那这个表记录都会帮他删除。所以呢统计这个表的记录就知道有多少个用户在登录。那我想知道哪个用户，你看一下这个数据里边我们不已经将用户名，你只要用正则匹配的方式把这条记录读取来，就能把用户名提出来，把用户的 ID 提取出来，通过正则它是有规律的一个字符串，所以我们就知道当前存在的用户是哪个，有多少个，然后呢有多少用户在访问我的网站，用户名是什么，用户对应的 ID 是什么，那这拥有什么权限，那顺应这个用户 ID 就全都读出来了。然后咱把这个例子应用到咱们的这个登录过程中，你看啊，应用到咱们登录过程中也很容易，只要我把这个 session 类拷贝到这个 session 这个目录下，我把这个例子呢都是咱上节课一直沿用的，只要把这里边包含改成 class.php， 原来代码都不用动，因为咱有两个地儿包含的，所以呢将这块也 class.php 包含，现在这个项目应用到的也是数据库的操作方式。现在我把这个打开logcost 细说 PHP 下边的 session 目录下边的
比如说 index， 好，默认登录方式，你看现在已保存，现在是空的，还没有往里写，因为只有写的时候才读入数据嘛。 admin 登录成功的时候，现在你再来看一下，往里写入了 admin 用户 ID 一，然后比如说我关闭浏览器吧，然后再开启一个，我用另外一个用户登录，因为咱们绘画控制做的是关闭浏览器，用户客户端的 cookie 自动消失，所以呢再登录的时候会一个新的 session ID。 错了，目录下的 index 的，你看咱们现在用 USER 用户登录，好，用户登录，我们再来看一下两条记录，用户名，第一个上面是 user， 下边是 admin。那这个 admin 呢现在已经成为垃圾了，所以呢我们就能在一分钟之内，我不管访问哪个页面，只要用户有操作，垃圾回收期几率呢，当过一分钟成为垃圾的时候，那它就垃圾回收器就会启动，启动的时候呢就会把这个记录删除掉，所以呢你只需要等就可以了，它就会把上一条清除掉，那现在保留是这一条，垃圾的被清除掉了。这就是如何将绘画信息写入到数据库中，也就是这节课我们完成的内容。那首先我们知道这个类，然后也用到了 PDO， 然后表的设计有这么几个字段，然后一定要用静态方法，类里边呢其实这个类里边倒没什么，主要就是咱们对表的增删改查，这里边有插入表，有更新表，有删除表，有插入表，增删改查都用到了。所以呢现在用这个数据库保存session信息的也比较多，那就能把传统的默认文件方式改成了这种。好，这节课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主要就是讲了将 session 信息保存到数据库中。那下节课呢是 session 最优的一种使用方式，将 session 保存到 memcached 中。好，谢谢大家，这节课呢我们就录制到这里。